先生，拜见南侯。赐座。哎，莲儿，给晋大夫烹茶去。是。大王已多日不到我这里来，晋大夫也没了人影。难不成我这宫里养了吃人的老虎，都让你们躲避三舍？南侯说笑了。大王忙于国事，晋上也是四处为南后寻找这世间稀奇之物，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，晋上怎敢来拜见？哦，这么说，稀奇之物今日是有了。拿上来。这灯的做工倒也独具匠心，不过这东西即使咱们宫里不多，也不是没有。晋大夫怎可夸口说这是世间稀奇呢？南后可曾注意到，此物的材料不一般之处？乍一看像是羊脂玉石，可再一看，又比羊脂玉石更加晶莹细腻。这是何等的奇石，才有这样的品质？南后好眼力，但此物却非奇石所做，乃千岁九尾天狐之骨。莫非这就是传说中有通天之术的九尾天狐？50岁狐能化妇人，100岁狐能化美女。正是，千岁九尾天狐死后，其骨化为美女形态，晶莹细腻，赛过玉石。夜晚点亮，可让宫殿亮如白昼。但这还不是此物的绝妙之处，此物的绝妙之处在于，一旦与烛火接触，它便冉冉溢出甜香，充斥四周，经久不散。而这甜香，更是世间绝无仅有之物，最暖男女之情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我怎么从未听过？晋大夫真是无所不知啊！南后若是喜欢，不妨今晚就试试。大王如今连我的兰桂台都不来了，我点这灯又有何用？是啊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晋大夫。我知道大王最近政务繁忙，可无论再怎么繁忙，也用不着常常出宫啊。这里面是否有什么隐情啊？这个，晋上不太通晓。看来这中间的确有鬼。晋大夫，你我相识多年，我也没少给你帮忙，看来今日。你是诚心要向我隐瞒实情了？南后恕罪，晋上实有难言之苦。说。此事知情者甚少，若大王知道是晋上多嘴，晋上的脑袋就保不住了。你的脑袋就是我的脑袋，说出来定会有你的好处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然后，大王出宫不为别的，只是去了离宫，章华台。章华台，然后可曾听说楚国要与五国签订盟约？此事人人皆知。大王为五国联盟的合纵长，魏国为讨大王欢心，献上绝色美人。何等绝色？这个，晋上不敢说。这么说，就远超于我了。南后是日月光华，怎好相比？少给我油嘴滑舌，快说。魏国美人是魏国王族，出身高贵倒在其次，
论容貌，的确是人间极品，有如仙姝下凡。男人看了，只有四个字：魂不守舍。那为何后宫无人知晓那魏国美人的一点风声？这是大王怕南后知道了心生不快，所以才传旨赐魏国美人住章华台。那五国有心攀附大王倒也罢了，竟然送来美女迷惑大王，一个合纵二字竟然离间了南后与大王的恩爱。微臣看着的确是为南后鸣不平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告辞。夫人，请看那里，那是杜若，你看那花开得多娇艳，过几日就要结果了。魏国没有杜若，我听说他结子如豆蔻，根部是药材，能理气治痛，疏风消肿。夫人好学问，大王特意让人在这章华台周边种了许多杜若和碧荔，看碧荔结果子早，都有果实了，这果子熟透了，摘下来用里面的果粉制成凉糕，夏日消暑可好了。夫人仔细着手，当心扎着。夫人请看这边，这边是蕙兰，那是紫藤，湖面上还有鸳鸯，这些都是大王叮嘱让微臣置办的。这章华台极尽奢华，但是未免太空旷了，偌大个宫殿，里里外外除了臣妾，就都是些伺候臣妾的下人，连个说话解闷的人都没有。这也是大王的美意，以免外人搅扰了夫人的清幽。昨日我随处走动，看到西南处似乎还有一个殿宇，楼阁台榭样样精巧，不知那是何处。夫人说的那是月华台，已经许久无人居住，荒芜得很。我能否过去看看？月华台荒芜萧索，断井颓垣，夫人还是远离那地方为好。
这里为何如此荒凉？夫人，听说这月华台过去也曾歌舞不休，后来进了那张华台，这月华台也就被割荒了。宫里都是这样，喜新厌旧的。夫人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为什么要回去？大王若是知道奴婢把夫人带到这儿来，奴婢的性命定保不住了。那你回去吧。可是奴婢若是把夫人一个人留在这儿，大王知道了，奴婢的性命还是保不住。所以无论怎样都是一样的。对奴婢是一样的，对夫人是不一样的。夫人是贵人命，奴婢是贱命。殊途同归，你和我的命都不在自己手里，又有何区别？你这话让人听了真是伤心。你是谁？哎呦，我叫芈月，也算是楚国公主吧。我是魏王献给楚王的礼物，他们都叫我魏美人。哎，你站那别动。上天恩赐，你真的好美，连上天都会妒忌你的。你别这么说，因为这句话我从小到大一个朋友都没有。真的吗？说起来我还是有朋友的。所以啊，我会妒忌你的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是不知道我的无奈，自己的命生下来就已经被别人决定了。就像夜晚的月亮，永远是从东边升起，西边落下，不可能改变。那要看你怎么想了。月亮不也有上弦和下弦，还有十五的满月吗？我又不是月亮。嗨，我只是比喻，别那么灰心。人总是有机缘的，虽没有预知，但总有相遇，就像你我这样。交个朋友吧，送给你。谢谢你。南后，请用膳吧，饭菜都快凉了。这些都是什么？给我拿出去倒了。这是御厨所做上好的蒸鸡和鱼。天气炎热，大王政务繁忙，哪吃得下这些油腻之物啊？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要力求清淡。南后，愣着干什么？还快去！大王今晚还会来吗？大王为何不来呀？奴婢听说大王去了张华台，此刻夜已深了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奴婢说大王去了张华台。你们都知道大王去了哪儿，大王干了什么，是不是？夫人你们早就知道这一切了，是不是？